我这买了点柴呢。又买了什么菜？乱七八糟都买了些吧。咋上头有点浇过的了呢？有点浇过的了。嗯。我们买浇过的，然后是把菜。把菜我也买有了，这不是。你买多少钱嘞？我是十块钱十五斤。十块十五斤？嗯。我买的是一块钱一斤。哦，我买了能些了呢。俺姑姑要是来的呢。是。俺姑姑请了我到家，我说要是来瞧你的。哦。瞧你的，我说买点菜吧。加油走啊，我拆回来。啊。啊。油菜去上头这浇过的，浇过的井盖子嘞。长得真快。嗯，我也给专门去瞧了瞧。我还买了点油，上回要是都给毛女箱子来了呢。哦。这里边呢也五块钱的，咋五块钱整些？五块钱就整些。嗯。我买了一个，你一块钱一。这个咱请他去得找了，主要是啊。嗯。想找就行。头头油就捋了就来，没有就算了。哦，门儿。他一两包是要的，疙瘩都不是。啊，要的。要的。你忙忙也就是要了肚子都这种。你病来了，你还专门来了？我病来了，我醒了，啊、我醒了，你来怎么来？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不要紧，给我照，俺钱还给你。啊，不照不照不照，你就在这上午就在这。嗯。来，我说你双孩子见了我，我给你说说你，可别俺回正往下下来了。啊啊。正中还老。不会的，怎么了？嗯。我不接孩子来，我弄着来，我照中完了，你照着走去了。是，不想挂，不想挂。那。俺姥姥的身体还行。啊，你瞧，跟你姥姥同岁的，你瞧瞧，你姥姥是个什么？哎呀，你叫你姥姥，不是叫他是不是正经的？你叫老姐，你不要来找我来了，我没事，就受了两天也没事。不要，光怕你都没事。嗯。不要很跑卡的，这什么？没有这。就是本来这个跑卡的，那二姐姐，我一天我学了，那二姐接待人家说啊。我这没人可是了，哈说对我事了，强有了给了没有罢了。嘿嘿嘿。不要这生，我没有这什么，我没这什么。原来是柴草，生着我嘴，天小，我见见熟悉客路的，找个谁不受罪？我说不拉倒没有，我外孩子来，你要说天小，你四五千也不叫上班。啊。我说不给，我就不接你了。啊。啊，小妮去学校，我不接了。过来，来。俺姑姑在后边不想走嘞。老面条子啊，就买点米就行，买点米炒点菜，嗯，要不了炒点菜，好好不好？你六点多给我到家好嘞，我说赶紧起来，我赶紧下回来买菜吧，我就早点回来了。我再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你就转车就行，你不敢转，俺姐姐开的车。开班把走啊，到了本身来了。你瞧你房子嘞？我说年轻的时候早就来了，年轻早就来了，手机啊，开天跳的我说。就这你下来了就来一这么多月，下来了我就去接你。啊，下来多个电话叫他去接你本来。啊啊啊！我这么早了，不起来还是没忙。人家我这东坡一直骗，我说六家。我说俺是行辣，也晓得这儿辣都越比越多。哈哈哈！老张回说嘞。你那豆子，那我管我一个人就行了。这个还干嘞？那我就夹到外头就行。别别别！别别别！别我夹了我，来我夹到这儿，我就牵了走，一马这就拆了。没有，你现在在俺房这儿。买什么？没想喝着。有喝着没？想喝着没？好久不见了，嗯，今天多买点儿，一直不来了，这是。买不动，送你这买的少。呀，你说送俺村来不行了吧？不能是送你村不行，你反正你这销量没有你那边销。俺村主要是都有钱儿，都是自己到城里买的。对对对。没什么卖了吗？我才前天才卖了你。头菜个菜个味儿买回来。卖回来没算。你瞧，你还买什么嘞？那就是没什么卖的。没什么卖就是吧？哦，没什么卖，咱这卖的我菜都有这个质量。哦，干粮这个给浇过的给这个炒成一锅菜，西红柿给豆腐给鸡蛋炒成叫你姥姥吃去，是不是？
他不吃油也不吃调料、啊、什么调料都不吃、啊、他不敢吃调料。行，这是号码，就是这个号码，你就带进去算吧。你甚至离不上这个柴火，俺就一直觉得就我控制这法不好啊，一帮子后来觉得一直是想在柴火上，柴火主要是炒出来就一块一上劲吧，一香啊。就我控制俺家都是咋着了，这十点八了，十点八你爹爹叫这里十点八，这种十一点就吃饭。俺姥姥还说到十二点以后可吃饭啊。你姥姥说到十二点以后可要吃饭吗？那这个锅炒的呀？啊，这个锅炒的不要是咱后头锅炒的。嗯。再炒多锅菜，要是再跟俺姥姥炒锅一个。啊。大不了你也是，你一天来也不能吃吧？啊，我不是吃了牙吃了，你也可惜要的了。哎，嫂、啊，你咋回来了？三天回来了，我三天回来，我看到这没有羊，我说是没天来吧。啊，行。你那上量多不多？不多。啊？不多，半盒不能吃了。我这个都好吃，这个大锅一多，半盒再能吃。你在这吃，你在这儿。行，看着香了吧？我说怎么？你在这儿，你看桌高不高？好好好，哎呀，你快去吃了吃了，你我给孩子咱这脚还得去吃了，这么吃不了一碗吗？嗯，好不好？这还行，一锅油菜，一锅素菜，不来。这屋可凉快的了，你坐那儿了。皮毛啥香？都行，你这做孩子吃法都行。你毛啥的，味道。快吃啊，多口多口歪歪的吃。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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